宝藏着是今天的方案，好了，听我的，别留下遗憾。为何幸运总是与我们差一点点距离，阴天总令人哭泣，可是微笑才是最适合我们的表情，是出发的约定。享受午睡才是今天的方案，好了，别紧张，总会有方向。有时情不自禁看不清往前走的意义，有一点点想放弃，那就存下一点太阳慢慢种在心底，相信总会放晴。旋律很适合这片风景，征服世界的远行。